行，我们的第二轮。那么第二轮的音乐是什么呢 ？DJ Alone。现在就要了。好的，那么进入我们五分钟的准备时间。不可以所有人一起做一个？对，我们所有一个人一起做一个东西啊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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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次我们一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团队就说啊，原来他们可以这样子，那我们也开，我们大家都一起上。我说哦，好啊，来，那一起上，然后就开始那种团结那种气氛来的时候，哇，就很棒，很开心，然后就开始想 ，OK， 这个动作可以怎样，这个动作可以怎样，那我们这个哇，这个哦，这个爆哦，然后就。做对了，对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砰！啊，这儿 OK。啊，他们也开始了，哎。我觉得开窍有点晚，对，因为第一轮如果要他是一起上的话，我觉得大家的气氛还有可能会不一样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五、六、一，我举手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人了。来，现场发挥啊！现场发挥，现场发挥。走过来。OK， 那我们开始第二轮 DJ drop the beat。教得好，教得好啊！教得好，教得很好看，真的很好。没想到又一起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的结果。Judges， three, two, one。恭喜我们的吴建豪战队积一分，1-1。那同样呢？按照我们的规则，第三轮呢是我们的吴建豪队长先出。那第三轮的音乐会是什么呢 ？DJ Alone， We got this， Yes， 嘿， We got this， 等一下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好的，进入我们五分钟的准备时间。要性感一点的啊，怪一点，怪，怪一点。怪了，怪了，怪了。但第三轮的时候，我其实我还信心还
挺大的，包括在编舞啊、起舞啊等等，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些舞者。嗯 ，Yeah, rolling and rolling, here we go, brush, brush. Yeah, yeah, yeah. 突然又来一个 Lady Gaga， 那就让我觉得说就像转圈圈一样妩媚，但还是很精准，还是有炸气的那种感觉。那出来的话就是要那种撑死你，看把你弄。嘿嘿，嘿 ，five four three two， 来了，老弟，准备好了，我们拿最厉害的出来了。好，等你们哦。最后一轮 ，DJ Alone drop the beat。再来更多掌声好不好，各位？我怎么突然跳这个了？节目性质变了是吧？节目主持人算你们狠的。我们的规则是队长只需要参与其中一轮，没有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队长用心哎。规则。规则，游戏规则，你要讲游戏规则。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说两个人，你们突然一群票出来，谁先没有跟着规则的？我们自己开心，在旁边跳、啊。我们也是自己开心啊，我也很开心跳啊。跳啊！算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最后一轮谁将获胜的 ？Judges three。Two, one. 规则，规则在哪里？那恭喜我们的吴建豪队长，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韩庚队长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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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还你一条。那我们的吴建豪队长先获得我们的第一条毛巾。我拿回来了，我拿回来了。开心啊，肯定开心啊！这条毛巾抢回来的时候，觉得啊，至少我的其他的队友突然可以让他们也觉得，选他其实还是对的，你知道，没有选错，对啊。Good job. 我觉得我们队长吴建豪队长真的我没有想象过他会是这个样子，他在舞台的那种表现在我脑海里现在还有那个画面，就是哦，这才是一个舞者。
那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后将会开始我们下半场毛巾的争夺，将进行我们的三对三 freestyle battle。一个小时之后再见，期待下一轮啊！哎，第二轮的选择是三对三 battle， 我很有自信把这条毛巾给拿回来。现在我们马上开启街头争霸第二轮。有请考核队长易烊千玺、罗志祥带着所有考核队员来到中心广场。你先过去嘛。好的，我们勇闯天涯 Super X 街头毛巾争霸赛继续开启，请每位队长选择一位上季的队员共同出战。那我就选上一季冠军了呗。那我就选第二名的呗。田一德。现在让我们有请韩宇、田一德。如果你想看这场 battle， 再给我来点声音吧。The DJ drop the beat。